来看怎么爆芭乐哦。好，我只能挂呢。大家不要去国外当果农，我们要赶快回来台湾。当当当这样子，台湾好浓。来，真的。好，你们听到啊？还有上午茶、下午茶可以吃。叫你好。早上六点上班，十点休息。点心，点心。我这安尼来。来，我们来看怎么爆芭乐。啊，几把几？它包下去，因为呢，最好是就弄落，对，哇，连着有叶子，叶子的下边哇，对，啊，你这边就有这，哎呦，最最中间安尼，啊，短枝个安尼，包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是一颗，然后就等它长大，这样子。我那孙子包几个粒在遐，啊，如果有包到叶子的话呢，啊，这哇，这个鸟鸟，这个鸟鸟的嘛矮，就不要了，啊，这个就不要了，就淘汰掉，就一颗，就一颗就好了，这样，就长到不错，这样。也不会啊，就是不要吸取太多的养分。不是，伊个伊个你包起来无好，无人买。对，就对。然后呢，它叶子就刚好这样包起来。有没有？意思，你下边啊，莫包掉，啊，就包了这。然后到时候。叶子。粘叶子，你看，我们看。嗯。对。叶子包起来安尼，我安尼。对，所以到时候这个长大了以后呢，你看他们就直接可以剪这个，剪这个树枝就好了。我们剪这个，这有没有？我们再剪刀来，要剪下去就好了。对，所以就是你看一颗芭乐呢，就会有一颗叶子。你们要包看看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来，就有一颗叶子了，你看。来，包。台湾好浓，台湾好，我看那个比较好包的给你包了。来，好，来，快点。